的吗？今天是柳教授的生日，我们都是他的学生，来给他庆祝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先稍等一会儿，其他人马上就到。刘教授，我先走了。我腿脚不太方便，恕不远送。您多保重，我会再来看您的。刘教授，辛苦了。你们才辛苦呢，日盼夜盼，终于等到去根据地的这一天了。是啊，现在呢，就等船来了。船一来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最近啊，刘子金坐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动都没动过。不好，赶快通知其他人集合。是。坏了，刘教授被那学生给叫包了。上集合队伍，封锁码头的各个出口和江面。是。副总同志，船来了，船来了，来的非常准时啊！来，大鹏，过来一下。接我们过江的船来了，是来接应我们的，不过不是过江。不过江？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儿是为了把日伪吸引过来，这叫声东击西。孙子兵法你难道没学过吗？陆先生，我读的不是军校，是农学校，您搞错了。是吗？农学校还教学生怎么给日伪留暗号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个你认识吗？这一路上你大家留这样的暗号，为的就是把日伪吸引过来。动不动，放下！开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枪里的子弹都在这儿呢。真正的少兰已经被你们杀害了，你想冒充他混入我们的根据地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你和少兰的确长得很像，而且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被你骗过去了，但是当我带你去看那些没有名字的墓碑时，少兰的父亲就葬在那儿。我给你讲述少兰父亲牺牲的经过，你却一直无动于衷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。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名字的。
为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，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，他们就是隐藏在黑暗中的影子，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和其他的影子以命相搏，最后即使他们倒下去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杀了你？杀了你我们怎么把日伟引过来呢？你利用我。没错。大鹏，把尸体抬到船上去，记住，一定让船慢慢的开，为的就是让李楠他们看见。局长，局长，江面上发现一条船，共产党坐船跑了。通知各个码头，封锁江面上所有的出口，全力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。是。局长，这船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怎么就剩一具尸体？他叫少兰，是我们的人。暴露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全体原路返回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，附近所有的街道都被敌人封锁了。你们从太平间的暗室转移，另外出口处是一片树林，树林外是一处极其封闭的渡口，没有被日军封锁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有喜了，恭喜。那事不宜迟，抓紧吧。好。志林，哎，人都齐了吧？都齐了。好，抓紧。走，站长。局长，你看，这是何冰如的告密，给我封锁医院。封锁医院，给我上！院长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报，队长，院长的发药信号。何冰如，赵总良，把医院给我封锁起来，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光了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吗？我会让你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干。如果你要是再不说，他们都得死。畜生！队长，在停尸间发现一条地道，